泰国学运越演越烈，名人发声支持抗议人士。声援泰国民运，许智峰等香港民主人士在泰国领事馆抗议。五中全会之前，意象彭燕、江泽民家乡旁蟹密集上岸。新华社社长换人，涉及习光斗定是怕汪明？汪明雨业被人罚，引起热议。习近平南下，强调绝对领导，分析话担心解放军贸然进击，酿成大祸。共军东部战区出征誓师，剪接造假的细节被曝光。战狼变流氓，中共人员夹硬闯入驻匪制台湾国庆酒会，打伤人。